我应该就是整组换掉，全部都换成这一组新的，真的很好看。不要去宏大，不要去宏大那个什么 BI Studio。我来到了梨大的一间 Fork Studio， 那为什么我会来这边呢？因为这群人的音声有来这边拍，所以我觉得哦，这边应该是蛮安全的，而且 Creature 上面就是有很多文章啊，有一些网友推荐， Instagram 上面也有很多朋友推荐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一间应该是很 OK 的，所以我就来尝试看看。那它这间是要预约的哦，所以大家记得你可以透过 Creature， 如果说你是 Creature 的会员的话，你就可以透过那个网站直接预约，但是其实跟店家预约是一样的，就是价格都是22000这样，就是价格稍微高一点，但是我觉得品质应该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就一起进去吧。用화를넘보며먹을맥주한캔과과자를사우리나루종일뒹굴거리면서다시뒹굴거리고또입을맞추면서다시입을맞추네또다시입을안으로들어가따뜻한장판에몸을녹여따뜻하 Baby I love you Baby I need you 이렇게무거운맘에도좋아너를사랑해좋은것만내게보여주고싶은것나도알아근데나는게더좋은걸눈치볼필요도없이너를만져도되고재밌는영화도보고편해진연애가걱정이된다면말해편한일상속에서행복을못찾을건부질없는짓이 Yeah right now 난이보배같은너의눈에진주를찾아서네바람속에서연주예를나를혼자갖고다그쳐이건절대게름피우는게아니라는거야무슨말을해도핑계처럼들릴테니까 Oh baby I love you Baby I need you 이렇게아무것도안해도좋은걸 Oh I can't leave you I can't leave you 네여권에서는치아안돼요하나보시고요찍을게요아네이쪽어깨좀이렇게내려주세요저귀끝에좀더보이세요귀끝에네그쪽좀더웃을게요마지막에보여줘볼게요자들쓸을게요들으면안돼한번더수고하셨어요감사합니다네수고하셨어요너울같은너의그입술이바다같은너의그입술이내겐어떤별보다이쁘지너에게로이어지는기분이정의하지않을거야우린규정들을멀리하지그래보고싶어나는너의그대로를너는그런내마음안에있는데넌너무예뻐이미다알잖아육대들의눈빛이너를향해가잖아넌내게어떤화상도줄수있어이제내옆에와도토막에두껍게이제맞아좋아지랄게너울같은너의그입술이바다같은너의그입술이내겐어떤별보다이쁘지너에게로이어지는기분이 Can you be my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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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너가내게왔을때난말에너무겨워너가있었으면내내옆에항상말야작은잇발이어목조목한얘기를만들어매일아침까지흘러흘러가너같은너의그입술이 OK 我刚已经拍完了然后成果我非常满意耶真的我刚看修图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厉害而且他们很低调因为是一对一的嘛他
他们是比较小型的工作室，然后都很精致，就是还蛮细心的。所以当你进去之后啊，他们会等你就是弄好头发之后才开始。然后拍摄的工作人员呢，会稍微调整一下你的就是角度啊什么的，然后还蛮快的，就是大概不到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了这样，所以还蛮快的。而且工作人员都还蛮细心，蛮有耐心，而且还蛮亲切的。就是修图的过程当中，也会问你说，哎，这样可以吗？你想要挑哪一张？他通常就是全部，然后就选一张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漂亮，再给大家看一下。等一下给大家一个 focus 好了，因为我不确定这有没有 focus。就很漂亮，完全是另一个人呢。这应该就是变瘦之后的我，就是没有婴儿肥，没有嘴边肉，然后就是化妆也很漂亮的另一个我，平行时空的我这样子，我就觉得还蛮满意的。虽然说价格稍微贵了一点，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嗯，就是这张，我觉得这张证件照可以用很久，我应该就是整组换掉，全部都换成这一组新的，真的很好看，就是推荐给大家。就刚刚我看到还有韩国的客人。就是其实他这边不光只有观光客，连本地人都会来这边拍，嗯，算是最近就是开始热门起来的一间 studio。那我之前呢有去过宏大一间，就是 BI 结尾的一间 studio， 然后那间是大家都很推荐，然后很便宜，所以我就去了。但是殊不知，就是那边的外面的工作人员态度是很好的，但是里面的就修图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一次就是很多人在修图嘛，所以就是态度不是很好。因为护照格式是不能露牙齿的，但是我拍的时候是不小心有露牙齿，那时候我不知道。然后后来我想说，哎，是不是可以重拍？但是他们就没有重拍，他是两张，一张是闭嘴的，一张是开嘴的，他就把那个闭就是闭嘴微笑的那个嘴巴移到就是有开头笑的那张照片上面，所以那个 PS 出来就很不自然。然后那间 BI 那间我就永远唾弃他，虽然说我们之前有去拍那个团体照，然后团体照的效果还不错，但是可能是不同人修图吧，因为我们上次团体照那个是女生修图，但是我那一次就是拍大头照的修图人员是男生，然后他就态度不是很好，然后修图又有点乱七八糟。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来韩国的话，不要去宏大拍，宏大那一间虽然很便宜，但是那个品质参差不齐啦。有的工作人员可能很 nice， 可是有的工作人员就态度很差，然后又修不好看这样。但是这边我就是因为他就只有两个工作人员嘛，就只有那两个，所以你不会挑到别组的这样，所以我觉得品质是很稳定的，不会变，所以我推荐这一点，就是不要去宏大，不要去宏大那个什么 BI Studio， 你就来这边 Fork Studio 是最好。推荐给大家咯，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啦。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也欢迎按赞跟订阅我的频道哟，然后分享我的影片也可以，欢迎分享。那我们就下期影片见啦，拜拜。